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问号？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剪一个窗花，正方形，对折，中心。下面要在这上面画一个图案，就是你要剪的窗花的图案。没写错，绝对没写错。这是最快的，是用小刀。对。噔噔噔噔。好嘞。画个眼睛。噔噔噔，元宵快乐！